地面上甲巴沙西拉亚族的夜祭，三号下晡举行着好海祭。甲巴沙人遵循着较传统的大饭菜，伫大公界西南方的农路牵客举行着祭典。今年好海祭有一项真特别的传统为灵仪式，就是邀请拄啊往生无偌久的亲人到距离好海祭现场无偌远的所在来看海戏。月嫂很传统的一个仪式啊，除丧的慰灵。那就是未满一年，手上未满一年，或是刚满一年的这个商家，他在家里面请这一个往生者的灵，请到现场来，但是他不能到祭场来啊、哦，他要离这一个祭场大概200公尺的地方。祭司看到以后呢，他就会回来跟主灵讲啊、哦，然后沿路他就会唱着那个祭歌啊、哦，除丧的祭歌，安慰那个灵。对于往生的灵，它本身有一种安定的作用。另外，对于这一个商家的在世的人，它也是一种透过主灵力量里面来抚慰他那个悲伤的心。好海祭，甲巴沙人打着饭菜，放伫农路，用祭品来答谢祖灵。仪式开始了后，祭司请族人到祭坛前来三向祭拜，邀请祖灵来看戏。好海祭由来是为着要纪念当初渡海来台的祖先。主人要担着饭菜来这边拜海主，或是我们讲的我们那个七神啊，就是当初死于海难的祖先。那所以我们这一个仪式，它是一个慰灵祭啦，哈，就是要来抚慰这一些早期哈死在海上的这一些祖先们。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在龙路上面其实是面向大海的方向，这是原乡的方向啊，还有现在大概七股的那个海边的方向。然后呢我们也请这一些灵哈回来这边接受我们的祭拜，所以它是一个慰灵祭。好海过程虎路坎坷，感谢祖灵的照顾。等祖灵欢喜点饭菜了后，将插在酒干仔的甘蔗香来拔起来，来完成祭典。咱的新闻林建明，东山采访报道。